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各位菩萨大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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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一起来学习智者大师的六妙门。那我们主要的呢是从六妙门里面次第相生六妙门，也就是修六妙门的按部就班的基础，要怎么样子来啊？真正的每一个妙门来持习，也就是从数习、随习、直、贯、环、静这六个方法，来让我们能够从心安定下来，然后培养我们心能够真正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回归到本性的清净啊。所以这六个门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脱离凡夫的这一些烦恼杂质，然后让我们能够成就啊我们心本有的清净的本性啊。所以叫做六种啊这个妙门，这六个方法，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是有次第，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学。那学到我们熟了，就是我们的心也已经安定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妄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按照次第，所以叫做妙。那我们在六妙门智者大师呢，他是依照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修禅定然后开悟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啊，来用他的很深的学习的禅修啊，他自己呢再加以每一个步骤的这样的学习的内容。那在这边的文字就是让我们了解这六妙门就是在第二章是次第，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怎么修。那在智者大师介绍六妙门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他除了第二章以外就是介绍六妙门的每一个次第修法，那他后面也有总共加起来是十章十个章节啊，那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调配六妙门，然后六妙门的发心要修学的动机不一样，也会导向不同的的这个果然后乃至到发菩提心然后
能够正果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智者大师呢，他以禅修为中心，然后配合整个学佛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体的一种啊关照。那我们因为呢是想从第二章里面呢、啊、来了解一下这六个妙门，每一个妙门怎么修了 啊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次第呢，就是介绍了第五个啊，就是环门啊。所以我们介绍了属随止观啊，那进入第五的环。那我们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啊比较陌生呐、啊，那慢慢听慢慢听呢啊就比较有观念，然后自己能够也配合一些啊自己的每一天的时间呐、啊、做禅修的练习啊。那我们可能啊虽然这个内容呢从止观以后呢是比较深呐 啊不过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学习安定的经验啊啊那可能就会也了解啊深的部分，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实的进入这样的状况，可是也比较能够了解啊。所以我们再把整个六妙门的前面啊就是四个妙门呐、啊、属习止观啊，我们也可以说这六妙门呐、啊、的六相，它实际上是一对一对一对的啊，一属二随是一对啊。因为这一对呢是专门用呼吸来作为安定我们的啊妄心的对象啊，所以一属二随啊都是以习啊属习随习，这习就是呼吸了啊。那第一个的属习是因为我们学禅修，我们的心还是很粗糙的啊，所以用个数目来带领啊。那我们从一数到十，那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妄念啊，我们就可以啊就是迅速的就是从啊一进入二，二到三啊，那就是这样子的啊，一个数目一个数目最多数到十啊，那这个叫数习。那习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呼吸一入一出啊，就数一个数目，是这样啊。所以它是以呼吸为专注我们的心的啊的对象。那从数习到随习呢，就是有我们的心由妄念很多的状况呢到比较啊安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这个数数目的方式啊，而随着我们的呼吸啊，可是也是把心专注在呼吸上面啊。那这样的时候是从数习到随习都是以呼吸为修禅修的一种啊这个定静的方法啊，安定我们的心来作为啊这个对象叫静啊，对静。那这两个就是算是一对了啊，它是从初啊初初的这个心很粗糙的啊，要进入比较安定比较没有妄念的方法啊，所以一属二随是一对。然后到止跟观又是第二对啊，所以六个妙门这是第二对啊。因为止跟观呢它也是互相配合啊，那能够进入止呢，也就是我们妄念不太起了啊，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比较有把柄了
啊，因为当我们的心有专注的对象是一个很中立的，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平常在转的妄念呐，啊，啊，就比较少了。那即使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怕，啊，我们就自己看得到。那自己看得到，啊，第一个我们可以，啊，看看这个妄念到底，啊，是什么啊来路的，啊，这个妄念是属于我们的哪一个烦恼，啊，是贪嗔痴，啊，而引来的，啊，就是我们平常对一些啊人事物啊，我们啊比较放不下的。那这一些呢，它通常就是很容易都还是会浮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己观察，说哎，为什么都是这一些的念头啊，相关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啊，那或者是哪一件啊物品啊，那也许是我们很啊很执着啊，啊，那这个就是贪嘛，啊，那或者是我们啊很厌恶的，那这个就是嗔的。啊，那有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那这个念头呢就不要再转什么，那这些是属于啊痴愚痴的不明就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止跟观啊它是互相就可以对照的，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呢，啊，比较没什么这一些啊妄念的。那有起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得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有自己的把柄，所以能够止，那就有自己能够观察的能力，是这样。那如果我们妄念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随着妄念跑啊，那怎么能观察呢？啊，所以我们这样子听听听呢，我们啊至少呢有一些观念呢，啊，那提醒我们就是平常即使我们不是在打坐啊，啊，那我们的心随时还有很多的妄念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告诉自己说，哎，不要随着这些念头跑啊，然后呢能够早一点警觉了啊，所以能够看到自己妄念啊，就比较不用那么怕啊。所以通常我们都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哎，这个觉呢也就是观啊，觉观就是我们的这种啊觉知的这种观察，是这样，就是我们自己有能够观察到自己的这种念头的能力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有一个安定的一个基础了，所以就能够观，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的观呢，是能够就我们自己的心的状况来观啊。那因为我们平常呢，我们都用这个观当观察，都是看外面的啊，所以我们啊，师父上角下缘法师啊，他常常都会说，我们如果用这个观察外面的这个观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修得很好啊，就人家脸上一点点脏的，我们都看得好清楚，啊，人家长相怎么样，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都很注意，是吧？啊，可是自己脸上黑呀，啊，都看不到啊，哦，所以呢何况说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问题啊，那个叫观，叫内观啊，叫观，要反观我们自己的 啊所以那个就不容易。所以那个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呢？我们就要对外面的这些的观察呢啊，不要有那种执着的这种啊妄念而去看，我们也是要看啊，啊，我们也要看啊，也要看得更清楚啊。我们走路那个路上有一个坑，我们不能说，哎，我走路都不用看啊，结果那跌倒了怎么办？
不能不看啊，只是说我们在看，可是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是这样。我们的心啊，要能够放下这一些执着，因为有执着就是有这个遮障，这个执着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习性的啊，喜怒哀乐的这一些的感受啊。那因为我们如果有这些喜怒哀乐的感受的这种执着性呢，那我们都对这个外界呢，其实我们很注意在看，可是我们还是看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如果喜欢的，我们会觉得哦这个很好，呵呵，啊，不喜欢的我们觉得这个不好，呵呵，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啊带有执着的啊贪嗔痴烦恼的这种啊观呢，它是不实际的啊。所以我们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的这个实啊，就是要如实呈现，也就是我们的心呢没有被遮障，没有带有这一些啊喜怒哀乐贪嗔痴烦恼的这种成分去看一切众生，是这样，这不容易哈，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啊都是要提醒，是这样。那根本的力量要来自于哪里呢？根本的力量还是要来自于我们心里有安定。所以说禅修，禅修，那他的诉求到底是要什么啊？禅修的诉求是要我们的心呐，先降服了我们的妄念，先安定了我们这种随时随着我们的贪嗔痴烦恼的这一些的念头了啊。那这些的念头啊能够降服了，那我们的心还有真正的本来的作用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六妙门里面啊，要一数二随啊，这样一对止观啊，又是一对，然后环境的最后环，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好不容易的经过一数二随，然后到了止观，也能够观察自己了。那我们呢，就等于是我们是一个病人，然后呢我们这个禅修就是一个啊，好像在医病的方法。那好不容易医好了，我们就不用再吃药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还，那还就是要回归我们的自信，是这样啊。那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妄心在作用啊，那现在妄心平伏了以后，我们就要知道说，哎，我的心还是有作用的。那我们的心的作用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好好的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所以也是要看啊，啊，我们看人看事啊，都要看得更清楚啊，呵呵，对不对？好人坏人也要看得清楚啊，啊，只是说我们没有贪嗔痴的这样啊。坏人我们也怀着慈悲心说，哎呀，他真的是啊，很值得我们同情的啊。因为坏人其实是也很痛苦嘛，是啊，啊，他就是不明就里嘛，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说啊，他在做坏事，我们还在扶持他啊，这样不对，呵呵，啊，有危害到别人的事情，那绝对是不对啊。可是对那个人，我们没有完全放弃了，可是他要修改，啊，他要改过，啊，这个啊，真的是要完全恢复他的这种善性才可以啊。那所以呢，要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说，好，那我们在第三对六妙门的啊环境就很重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清净本性啊就是净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一方面啊借着这个六妙门啊，再把前面的关系啊再说明一下啊，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环门啊。环门啊，环门之前讲的这个修环啊，最主要的就是要从我们的
第四个庙门的冠啊，要去把它反观这个能观的心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属谁啊，然后心安定了，那培养了能够观察的能力了啊，一方面观我们的身体啊，就是皮肉啊，筋骨，或者是我们体内的36物啊，从头发啊毛，然后皮到里面的啊这个骨中间，还有这一些的器官呐、啊，种种啊，那这个是观物质的部分。那再进一步就是，哎，观我们的感受啊，啊，还有观我们的心呐、啊，啊，我们的心念的起伏啊，还有观心念起伏的性质，就是观法。啊，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真的好像是我们的心呐、啊，随时都在啊观察。啊，这个是很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只是说在针对我们的本性啊，那我们的本性呢是很宝贵的，所以通常都会用清净本性啊、光明本性啊这样来形容本性啊。所以六祖大师啊，在他的六祖坛经里面啊，就赞叹本性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是吧？啊，那这个呢都是要来让我们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佛性啊，那个佛性本身也是我们的自性嘛，就是自性的能力，因为佛就是觉的意思嘛，就是有觉知的意思啊。那我们这个本性又是清净又是光明的啊，所以从止跟观好不容易培养了我们自己去观察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这一些感受啊啊，那这个过程啊，其实说起来呢，也就是在观察五蕴啊，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啊。那如果我们把六妙门的第六个啊，从环到静这样子的静，它是要回到我们清净的本性这样来啊，用一个经文来对照啊，那就是心经。啊，心经的第一句大家记得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嗯，所以在止观的观，它就是你看嘛，观我们的身体都是无我的嘛，对不对啊？36物把它总合起来是啊，皮肉筋骨，没有一个我啊，哪一个是我？没有啊，啊，它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的组织而已啊，啊，那我们的感受也是，因为我们有眼耳鼻舌身，然后对触到外面的时候，哎，我们有触觉。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触觉以为是我了，是这样产生的，很微妙的。可是我们习惯于把这个是当作我啊，所以我们一触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说：“哦，我好痛哦，哦，我好热啊，我好冷啊。”我们就马上加一个我啊，啊，我们应该说是我觉得热，啊。我觉得冷，那这样的时候就有分开了，
啊，而不是说我很痛，我很热，那就是我跟那个热的感觉是划等号的，啊，大家可不可以体会这样子的差别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平常都是习惯的把这一些的肉体也当作是我，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感觉也当作是我，实际上这个没有我，里面都是一个感觉在那里啊，反应而已。那我们把那个我呢是加上去的，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我执把它啊，把它脱离了以后呢，最主要的对我们就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感觉不是我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个感觉，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执着的那个我啊，它本身是不存在，是这样啊。啊，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啊是现代的人啊，那他是啊当做一个心灵的导师啊啊，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种啊，好像解脱境界呢？因为他本身他也没有啊真正是学佛了，可是呢，他自己的经验说，因为他本来啊就是工作啊，结果呢好像也不如意了，然后呢啊一些境遇也不如意，所以呢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啊就是低落了。那充满了挫折感，所以他几乎好像当作游民这样子啊。那么每一天呢，都是烦烦恼恼的。可是有一天呢，他突然他就对自己观察，他说：“哎，我如果啊，我觉得我很难过啊，那就是我有一个能够知道我很难过的觉知，然后有一个是难过的那个感觉，所以这样的时候啊，是应该是两件事情啊。我能够知道我很痛啊，那就表示我有一个能够知道痛的东西，那有一个是被感觉到痛的那个对象。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一个是能知，一个是被知，啊，能观，然后被观的是叫做所观，所以叫做能跟所，是这样。那如果是有一个能跟所的时候，哎，那这个能呢，它就其实呢不会受到这个所的影响的啦。就是说，痛只是一个，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啊，色身，然后遇到对境，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把我们的主观又加在这个感受上面，就当作说，我们刚刚说，我很热，我很痛，对不对？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就划等号了。那现在能够把它啊分离出来，变成两个，一个是能观，一个所观。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留在这个所能观上面的时候呢，去看那个所观，那不受那个所观的影响，是这样，啊，大家这样子可不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一个人他修行可以解脱烦恼，全部都是在自己的心呐，他只要看破了哦，所以《心经》说。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能观，能够有独立自主，然后呢，看到所观也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嘛。那这样的时候呢，就看破了，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就度一切苦厄，是这样哎。所以如果我们平常感觉到自己啊我好难过，哎，那观察一下我那个难过是在哪里，这样
哎，它只是一个色受想行识。那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很大的学问啊，因为我们普通的人都是在这个里面，在那里转来转去嘛。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代表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境界，不管是人啊、事情啊，让我们很烦恼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烦恼？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很不喜欢；看到那个人他怎么样，或那个事情怎么样，然后他跟我们的心就受想行识就捆在一起，就叫五蕴。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观察的时候，哎，就观到自己的五蕴啊，啊、哦，这个五蕴转得好厉害啊，啊，那我们跟他脱离，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观察说，这个五蕴本身是我们在那个境看到那个人那个事，我们心里把那个感觉当作是我了，所以我才会感觉痛苦。那我们现在把事跟我的感觉把它啊厘清啊，那事情它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是应该怎么样子啊。如果我们能够解决的，我们去解决啊，对不对？啊，看说我们平常很容易的，就是啊，看到一个地很脏啊，我们能够解决，我们马上把它扫了，那就解决这个烦恼了。可是有时候是一个共业啊，一个环境啊，好像我们本身也没办法去解决什么事情啊，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就是啊，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来做，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内的事情我们能做我们就做啊，那其他的空业我们可能就是把它厘清一下，是这样。然后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就要化解，你这样啊，我们就不要再放，是吧？所以这个部分啊就很妙，因为我们从还其实也就是舍啊，所以在观照啊五蕴皆空，在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一个环门，就是在环，因为我们本身是现在五蕴里面嘛，那现在把它还原回来，是这样啊。然后到空，真正理会到那个空的时候呢，那应该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本性，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的，是这样啊。所以这些的道理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世间法里面呢、啊，只是我们在世间法里面没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陷在这个世间里面而起烦恼。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那我们在世间而出世间啊，就出世间了、啊、可是我们出世间又不是说我们就离群所居了啊，那我们就不理了啊，我们理这个世间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有关心，那只是说我们的心不再去跟这个世间里面的这一些的烦恼而纠结在一起，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微妙。嗯，它的妙也就是说我们一样的心一样的境，可是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是烦恼重重啊。我们看清楚了，一样的心，一样的境，哎，我们就很自在啊，就是差别就是在这里啊，啊，所以我们师父上角下缘法师啊，他会画画啊，艺术家，他就用画来代表这样的境界。他说啊，一样窗前啊明月，才有梅花变不同，才有梅花变不同啊，他说一个窗前的月亮啊啊，那好像你看的好像都是晚上的一个月光啊，这样的境界。可是什么时候有梅花呢？不容易啊，梅花是要很冷的天气，有下雪的天啊，然后那个梅花它才会绽放啊，那你才会闻到这个扑鼻香，那个梅花的扑鼻香，是吧？啊，那有梅花就不同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啊，我们每一天在看境啊啊，这个世间人来人往啊，事情来事情哈、啊，繁忙啊，是不是？可是呢，这个就是一样窗前月这样，可是才有梅花变不同就可以了。哦，那如果我们的心呐、啊，啊，去体会到的这样子可以还，可以观破五蕴皆空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啊，
啊，就像是我们是要历经这个禅修的过程啊，啊，要忍辱啊，要心安定啊，啊，然后还要在那里参说，哎，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能够啊观察这些诸法的实相，到底诸法的实相在哪里啊？就是要紧紧的啊抓住我们心里的那种用功的那样子的一种啊的一种关怀了啊。那到了，哎，真的我们可以厘清这些对我们的这种束缚的这一些的啊不明的这种心的状况的时候，那就是像我们师父说的，才有梅花便不同啊。所以一个人碰到一个境界啊，他是啊苦，这个我们说愁眉苦脸呐，抠头抠鼻呐啊，或者是哎好像还是还好啊，那就是应该就是他自己心里可以厘清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师父的那个啊这个常常的教导啊，啊，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时要观要观察我们的念头啊，然后观到我们自己觉得说哎呀有什么事情好像啊不是这么顺啊，没有这样子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期望的发展啊，啊，不过呢我们都还过得去，我们还过得去，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在啊我们自己的心的厘清啊，啊，是这样啊。所以从这样子来说的话啊，其实啊六妙门的功夫，禅修的功夫也不离我们的世间呐，只是说那个诀窍啊，那个观念，我们的心，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是这样啊。啊，那我们作为人呐，啊，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了解自己嘛，啊，不然我们常常都会说，哎呀，我对我自己都很不了解，啊，也蛮矛盾的，是吧？那我们实在很不了解自己。那这个就不了解自己是什么？因为我们号称是我，我们太多我了，啊，有很多我啊，那哪一个我才是我呢？是不是？啊，所以要去啊去反观啊，观我们的这些的心念啊，我们的种种的这一些的性质啊。好，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我们也比较了解啊，这样子的一个环的作用啊，它是能够让我们在一直用能观所观，好像有一个啊相对法的里面啊，我们要回到清净本性的绝对啊，没有相对，是这样，没有对待啊，而是绝待。就是绝代的话，就是清净本性，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如啊的本体，是这样啊。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啊实际上在讲到六妙门呐，啊，啊，那好像越讲呢，好像就是在讲的啊，如果我们不是那么能够体会，就会觉得哦，这好像啊太高远了啊。那实际上它落实回来呢，都是在讲我们自己的心啊，我们的心的状态，我们心的训练，我们自己的心啊的提升，然后这种心自己的观察能力，那心的自信的清净，是这样。好，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先啊把这个修环呢，啊，因为一般呢啊可能比较没办法啊去掌握到，所以呢我们就多从这个部分呢来再做啊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啊，那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环门啊。好，我们接着介绍的是环门的部分啊，也是针对这个修环到正环。啊，那我们上个单元已经介绍了修环，啊，那现在要看的就是正环，啊，因为
每一个庙门都有修有证，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正环像啊，也在把这个修环像里面啊的最扼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净智双亡还原之要，就是净跟智双亡还原之要啊，这是修还。那净也就是所观啊，智也就是能观啊，就是被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叫做净啊。它为什么叫做净呢？啊，我们说环境的净嘛，那它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状况，所以用净啊。那智它是能观，为什么叫做智？因为我们能观要靠我们自己本身心的安定，就是有止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本身就有一个观察的能力，所以这里直接就用慧啊的这个智，智慧的智啊。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止跟观呢，它是在修的过程叫止啊跟观。那如果以我们正道的止跟观它的果来说呢，止就是定，那观呢就是慧，就是智慧，就是有一个觉察的智慧出来了。那这个觉察的智慧是对啊，是诸法的这一些的实质存在的现象的这种了解的能力啦，所以这个时候叫做慧啊。那在这里叫智啊，智跟慧啊实际上是啊相同的啊。所以所观是净，能观是智。那这两个呢是在止观的观里面啊所显现出来的。因为既然能够有观察的能力的时候，能观就是智慧，那被观察的对境啊就是境啊。所以这两个能观跟所观呢，啊，都双亡，是这样啊，就是还原之要啊，就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啊的这个止以后的观啊，也要把它还原啊。就是说这个是从我们的心所培养出来的能力，所以它也是一种啊来对治我们的这种啊妄心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自性的本来的清净的本性呢，那也要把这个能观所观要把它啊消亡。所以这个是修还的啊主要的一个要领。那现在要正环向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样子的境界呢啊，也就是说那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自己有能观所观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就要去啊按照修观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去观察说我这个观啊它不是本来就有的，它也是我们在啊这个止的状态啊那把它培养出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自性里面的一个作用的一种能力的啊的一种啊的功用而已啦。所以我们现在去观察的说啊它本来就啊不是真实的啊本身就有的啊，所以这样子观呢就能够啊把我们的这个观心就破掉。那净当然也不存在啊，因为我们能观主要是指我们的这个啊观的
这个能力而说，不是只被我们观到的境界来说，啊，所以呢，境当然很容易的就先破掉。那观呢，就是要我们自己呢，就是要反观那个能观的心，也不是真实的，啊，那这样子呢，就破解它了，啊，那正还的时候呢，就是心会开发，啊，心会开发，这个慧也是指智慧的慧，啊，就是我们心里的智慧开发出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是不加功力，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去外求了，啊，就是说，我们听到啊，我们的心是本来清净，那我们去找一个清净的心呢？啊，这个心不是外找的，是本来就有的。只要是我们的妄心啊止息了，然后我们在止之中所培养的这个观的这种作用呢，啊，我们也能够去还原了。那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心啊本来的智慧它就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们想啊得到说啊修行而能够自在解脱烦恼，啊，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主人的藏獒，藏獒是一种非常忠诚的犬类，它们一生只忠于自己的主人，哪怕自己的主人将它遗弃。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幽静的小公园，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这里距离市区比较远，有些偏僻，所以来这里的人不多。那我们以后就经常来这里散步吧，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好啊。哦，哎，那是什么声音呢？啊，这里面不会有什么野兽吧？这里怎么可能有野兽啊？你不要吓唬我。哎呀，好可怕的大狗，我们快走，真是吓死我了，这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只大狗啊？它的样子真是太丑了。我看它好像是一只藏獒，真是奇怪，它的主人怎么会将这么凶猛的大型犬带到公园呢？如果咬到人，那要怎么办呢？这
这只藏獒不会是自己擅自跑出来的吧？那样的话可就不妙了。我看它不太像是擅自跑出来的，而是被主人遗弃了。哦，你怎么会这样说呢？我当时看到那只藏獒的双眼好像布满血丝，乍看下真的很吓人的，可是仔细想想，它的样子也是好可怜的。是啊，你这么一说，我也觉着那只藏獒的脸上好像有些伤病。难道它真是被主人遗弃在了这里的吗？不要管那么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哎，他们不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他究竟去了哪里呀？什么时候才能来接我回家？你们看到了吗？这是我刚养的狗，纯种的黑色虎头藏獒。哇，它长得可真可爱啊！双双不止可爱，而且还是我最忠心的朋友。除了我，其他人喂的食物它一口也不吃。双双是它的名字吗？是啊，这是我给它取的名字。那让我喂喂它试一下。双双，你看我这里有好吃的，快过来吃啊。天哪，这个小家伙好凶。当然了，藏獒可是中华第一猛犬，就算它现在很小也是非常凶猛的，而且藏獒是非常忠诚的，它一生只会忠于一位主人。你说的没错，我正是看中了藏獒的这一点，所以才会养着它的。是啊，能养这么一只忠心的藏獒真是你的福气，你也一定要好好对待它啊。当然了，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的。然而几年后，长大后的黑色虎头藏獒突然染上了一种很严重的皮肤病，原本威武的样子变得惨不忍睹。双双的皮肤病越来越严重了，你要赶快找位兽医给他好好治疗一下才行啊。是啊，你看他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一点藏獒威武的样子啊？别提了，为了给双双治病，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现在我可不想再把钱花在他身上了。难道你不打算为他治病了吗？快走，不要靠近我，你这个臭气满天的家伙。快回去，不准过来。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呀？你看他多伤心啊。是啊，他对你是那样的忠心，你怎么能对他这个样子啊？我也是没办法呀，如果他健健康康的，我自然也会对他很好的，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太恶心了。狗狗从来不会嫌弃主人的，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嫌弃它呀。嗯，你说的有道理。最终主人还是无法接受这只浑身流脓的藏獒，他决定将其遗弃。嗯，这地方不错，偏僻，很少人来，我看就将它丢在这里吧。主人终于又带我出来散步了，好久没跟主人一起出来散步了，我就知道主人还是喜欢我的。双双，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一下厕所，你不要乱跑哦。诶，主人怎么去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回来啊？又来了一只流浪狗了。我不是流浪狗，我有主人的。是吗？那你的主人呢？他在哪里啊？我的主人去厕所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被自己的主人遗弃了都不知道。
真是一只愚蠢的狗。你胡说，我的主人是不会遗弃我的，他是喜欢我的，我不准你胡说。可是主人怎么还没回来啊？从那天起，这只藏獒每日在这里苦等，不愿离开，生怕错过与主人见面的机会。我就是在这里遇见了那只藏獒的，它看起来病得不轻，虽然样子很凶，可是我却觉得它太可怜了，所以才请你们来帮忙。现在有些养狗的人因为自己的狗狗生病而将其遗弃，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是啊，狗狗是忠心的，而狗的主人却将忠于自己的宠物丢弃，真是太令人气愤了。你们看，他在那里。哎呀，他果然病得不轻啊。即便他变成这个样子，仍不失一代猛犬的威严，大家可要小心一点，被藏獒咬到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啊，快把我们准备好的铁笼子拿来，现在最重要的是带他离开这里进行救助。因为长期的流浪，这只藏獒变得敏感多疑，这让救助过程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他完全听不进我们的话，这下要怎么办啊？他的确是不信任我们，现在要怎样才能让他信任我们呢？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信任我们这些连他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啊？对啊，我们可以尝试叫他的名字。如果我们知道他名字的话，他就不会对我们有敌意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叫什么。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试吗？多多，看来这个名字不是，那就换一个。来福，哦，也不对，当当、丁丁、妞妞，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猜中他的名字啊？现在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也只能这样做了。来，我们一起想想狗狗还可能叫什么名字。天天、明明、甜甜、康康、旺旺、玲玲。我们都试了100多个名字，可是它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双双，它有反应了，看来双双是它的名字。双双，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双双，你要相信我们。最终大家将藏獒双双安全地关在了笼子里，接下来他将被送往医院。双双因为严重的病情和孤傲的个性，需要单独的饲养环境和良好的治疗，所以治疗过程较长，治疗费用不菲，希望他能早日康复。藏獒对主人的绝对忠诚是人人皆知的，真不知道它的主人如何面对它的这份忠诚和悲伤目光啊。